我已经买很久的一个放在防潮箱的东西，这个是我们的 Data Color Spider Check 24。当初我买这个东西其实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色彩匹配吗？就是其实假设我一个同一个画面，但是我从早上拍到晚上，那太阳其实稍微有一点不一样。那为了想要就是稍微会比较好，因为你每一个画面都同这样。那你如果想要把它矫正回来的话，你还有不同的镜头，然后你这个角度稍微偏一点点，其实也会有一点点关系。然后对，就反正有很多很多因素会影响这个色卡。理论上你应该，我已经买很久的一个放在房玩的一个东西，那就是我们的我已经买很久的一个放在防潮箱的。Hi, my name is Kai Won. 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研究，然后在玩的一个东西，那就是我们的我已经买。Hi, my name is Kai Won. 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研究，然后在玩的一个东西，那就是我们的我已经买很久的一个放在防潮箱的。久的一个放在防潮箱的东西，这个是我们的 Data Color Spider Check 24。当初我买这个东西其实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色彩匹配吗？就是